每天呢拿它当宝贝一样供着，就怕它坏，因为它一坏，我们现场的人所有的活都干不了。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不得不把它搞坏，因为你不搞坏它，问题发现不了。师傅辛苦了，跑这么远，帅吧？这是第一次我们不带伪装的车出来实验。我们现在的胎压是1.2。哎，这个 S3 的车确实不一样了啊。越野的试验场中国非常少，因为越野本身就是一个不规则的这种 off-road 的不规则的这种路面，你没有办法去建试验场。你像沙漠，你试验场你造不出来沙漠。啊，我必须要来就是真实的环境上面去试这个东西。嗨。你下来看，你别关门。高吗？高。哎，这就奇怪了。后轮，你看后轮是后轮是低的。行吧，那我们一会儿去找个车间，把这个车升起来，检查一下底盘。行。我还是喜欢直上直下的感觉。我刚才量了一下，这个地方是35度，这个坡很长，我目测大概得有200米左右。这速度没有控制好，倾斜角度太过了，没有往下打，硬往上打，然后就翻了。就是不能跟大自然较劲，对、啊，顺着大自然的脾气走。中高位中间找一个档，增加一个沙地的特有档位。刚才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在返回的途中啊，我的车弹在刀锋上了，底盘在沙地的模式下好像有点偏低，所以说希望再通过这个云点 P 功能，我们把这个再补偿回来。底盘磕了好几次，基本上没什么变形。对， OK， 没什么问题。那就明天的话，我们就是悬架这一块、动力这一块、轮胎这一块，我们都要做一个提前把它准备。到时候我们安排我们这边的一些工程师一起把它做一下这个软件。行。登顶的最高峰，它下边的沙子比较软，比较厚，我们需要一口气的冲到最顶。U8一切正常吗？这台车的动力是够的，已经到了最大坡的坡顶去了。判断失误了，我还以为左侧啊，我是在这边的时候是拖的。很危险，沙漠的工况很危险。它跟铺装道路最大的差异就是它的容错率低，尤其是我们正在做一些极端工况的时候，容错率是非常低的，不可以出错。但是又是因为这个吸引了那么多的爱好者去玩沙漠。上坡的时候上不去，开回来。今天我们还有将近最后50米就到达峰顶了。由于脱圈的原因啊，耽误了一些时间。那么我们今天先回大本营。昨天晚上您夜，改了一下那个程序。
好的，大概是高度应该在30到40之间。沙型啊，都压的变形了，沙子也弄得比较软。你们这一个车队10来辆车，10来辆车在上面，马上下来了。你们把我的难度增加了，这样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，是这样。关键的问题，因为你在往上走的时候，现在已经很多车在走上去了，走过以后，这个沙被挠的，这个沙非常非常松软，是的，对吧？所以你在动方向的时候，你的轮会陷得更深，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脱圈，可以试到1.4到1.6之间，不行打个1.5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就在你上面做一些动作是没有任何问题。动力会损失多少呢？动力不会损失，你放心。Thank you.